旭晨今天早上好像在跟我暗示要生小孩。老纪不知道你想当顶客主，你的梦想就快实现了，那我就当第一个恭喜你的人喽。谢谢。如果你真的要走，你就穿我的鞋子，因为我不会让我的女人受。谁是你的女人啊？阿妈，小心！阿明，阿明要睡了。阿明。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机智校园生活。